có tìm hết luôn.这是以前开发森林木材的工厂，现在变成学校。整个城镇，它这个是两个国家的两个城市，这个中间这一条大马路有看到吗？比较大的马路，右手边呢就是彭措林，属于不丹的，左手边呢是属于印度的斋贡城市。哎，左边比较大，哪边从哪边？那条马路看到没？那一条不是那一条很直直的，正过去那里不是有个大马路？这条啊？对。快不，这边啊，这边快不，中间快不？不是，那边有树啊，遐。
跟东宫有没有关系啊？Okay. 这边是印度。我这个是。哇，这个好的。右边是不丹，这条路的左边是印度。一个太阳照到两个国家。今天晚上我们还是要住在不丹。